高高，有什么我能为你服务的吗？什么表情啊？人家是不能耍帅哦。高高，我问你哦，奶茶是用什么做的？哦，奶茶就是用奶精跟红茶下去调的啊。那红茶跟奶精跑哪里去了？他们搅拌在一起就变成奶茶啦。但是奶茶里面没有红茶的味道啊。啊，这个过去怎么会有味道？你喝好了，你喝好了的味道吗？可是奶茶不是牛奶加红茶吗？那叫鲜奶茶。那这样奶精加红茶应该要叫精啊。你是说了什么要消音了？但是这样红茶很可怜欸，明明加在里面却没有味道。为什么要觉得红茶可怜啦？喜欢红茶，那你前面干嘛问这么多啊？不管啦，人家喜欢红茶啊、哦，红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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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，其实拿上哥哥奶水做的啦，我现在现挤一杯给你喝啦。好。